外面又下雨了。放个音乐听听。不敢放没有这个没有声音不是没有词的音乐，怕你们睡着。因为这个点大家一般都睡了。结束了，直播会很正常，那只能证明大家一起到了中心，然后他就开直播，很正常。现在不十二点半了，12:25，1点没有问题啊。想不到吧？已经12:30了，晚上12:30了。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想我玩会手机？一点了，因为我们刚到，我们在路上堵车，震惊了。上海在这个时候这么晚了，竟然在堵车，就我们这个村里。谢谢你为我梦想的支持，谢谢这位朋友。这个为我这个梦想的这个道路，我添砖加瓦。鼻子好难受，是不是？现在就是有点疲惫。没想到大家竟然，大家这么喜欢雨化沉淀。我感觉这个公演是不是因为你们没有怎么看过？感觉好像之前我们要跳雨化沉淀这件事儿，大家不都知道吗？怎么感觉之前大家好像没有这么激动呢？怎么看完之后突然激动起来了？虽然知道，但从来没有了解过，是吗？是吧？大家没想到这么中二。大家风格都变了没有吧？我的风格没有变过，我一直都这个风格。是吗？意想不到。时之卷比较久了，但是我其实很喜欢时之卷。我大概是全网唯一一个时之卷，全口袋48，唯一一个时之卷粉丝。我怎么会有这首歌钢琴？我怎么会收藏过这首歌的钢琴吧？
该还会有十卷。真的吗？我没听说这事儿。谢谢。以后不会跳，当然不会跳。我哪天不漂亮？你说说哪天不漂亮？现在后就那在后台，我们后台的那个姐姐还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跳国王？”我说：“我说想不到吧，生活永远不会给你圆满的。”我没听说轮着来的事情，没有人跟我说过。你从哪听说？你从哪听的消息？因为杨雨欣她是替别人的位置。那当然，油画成绩这场公演在北京也没有跳过几场。人家舞蹈老师是怎么安排的？泪水滚落大地才会有的凹凸痕迹。灯光没有修好，你看到灯光是我们已经再三要求过的。你不知道一开始的灯光什么样，一开始的灯光我一看我眼前一黑，我说真的，一开始的灯光是这样的。我们那个拉米拉米，我现在没有看，应该他应该改了灯光。我们拉米拉米的一开始灯光是黄色的，因为我头顶现在这个光的黄，就巨黄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有一种那种感觉，我们唱的好像不是这个拉米拉米，我们唱的是那个有一首歌叫黄种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一首歌叫黄种人吗？因为我们本来就穿了黄色的衣服，然后又打了黄光，大家都是黄的，巨黄，受不了了，我说求求了，能不能，我们都本来就穿着黄衣服了，能不能不要再给我们打黄光？他脸上印的都是土色。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首歌的，我跟你们说，但是我现在不记得怎么唱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，我觉得我天哪，我当时看着那小优好丑，我说天哪，好帅。他当时那个歌特别喜欢那首歌，天天唱那首歌，但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记得歌。让我搜一搜，我突然之间提起了兴趣。黄种人，咋就没有我们谢霆锋的版本？《油画成绩》我最喜欢的歌，我最喜欢的歌，我喜欢那首歌，我喜欢说叫什么？哦，《I Can Fly》。哎，对，你看片尾曲。哎，这个那个时候怎么感觉还糊弄雪？这首《黄种人》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的片尾曲，还是《壮士出征》的片头曲？怎么能一首歌两个电视都在用啊？这太长了吧。是传说中的城堡，所有刀在江湖里。我小时候会选青州狗，我现在回忆起来，我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青州狗。小学这是我最喜欢听的歌，每天在家我都要放这首歌洗脑我妈。
你们竟然不喜欢这首歌，我的天，我超喜欢这首歌，这是我最谢霆锋最喜欢的歌。我现在已经想怎么唱。所有散在土地里的黄，这种完全非常东方。黄种人来到地上，顶起新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天下之我不一样。你看，我小也能唱，证明我小时候每天都在听这个歌。当四方五千年，终于轮到我上场。哎，怎么这没有照片？救命啊！这个世界能不能离开这个玩意儿？谢谢谢谢谢谢这些朋友，我的梦想助力啊！我没有看过 MV， 因为小时候拿那个 VCD 放，他没有那个 MV， 他只有那个，只有那个叫什么？就那个小幼花无缺那个片尾那个画面，这叫黄种人，你没听过这首歌？你没有童年。哎，你们真的不觉得？你们真的不觉得那个歌，那个改成那个 Nev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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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ive Up Go Go 那个地方很诡异吗？我今天听到那个地方，我还是好诡异啊！希望之光是什么 rap？ 是我这个 Never Never Give Up Go Go 吗？对，就唱唱，突然一下就开始 rap rap rap， 就像那个国王皇后那首歌，你说大家唱的好好的啊，哒哒哒哒哒，开始 r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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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p， 就很怪，我说就突然间一言不合开始唱，我能理解啊。对呀、啊，怎么有一颗嘻哈的心？吃早点。你过的是哪国时间？美国这个点儿也中午吧。牛啊牛啊牛啊！怎么又是这种有点丧的啊？这个不丧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我真的是这个舞蹈就一直在从那跑过去，从那边跑过来，再从那边跑过来，再从那边跑过来，好累啊！谢谢。那个拉花不是拉出来的，是我给那盖子粥了，那扔的。没有人教我们那个玩意儿怎么用，他们跟我们说是这么用的，就这个不是那个火，不是那个棍儿吗？就操，他们说是这么用的，结果怼了怼不开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？我说但是很难过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？我说把这盖儿打开，我说那这也行嘛，都一样。是这首歌又跑来跑去，我当时很好奇，我说我这个跑得这么费劲，艾静怎么跑过去了？结果一看他那个视频，艾静也飞过去，叭就蹦过去了。
谢谢，谢谢送到皇冠，卡上了吗？我应该卡上了吧？戴上了吗？卡上了，谢谢。我手也，我挺快乐的，我太快乐，可算演完了，我太快乐了。从此这条公演扣在了我的脑子里，因为我这场公演差不多是拿两天学了6-7首，对，我2天学了7首歌，我们这公演一共就11首歌，一共每个人也就跳11首歌，10首16人，1首 unit， 我2天学了7首歌，谢谢。然后你们知道吗？我就每次点开那个视频，然后我就，舞蹈动作，塞我脑子里，站位，塞我脑子里，歌词没塞进去。让我带着你这一切的期望，塞了一半，露出去一半。让我为你的期望，没有办法。我说我们这个公园怎么一个手麦都没有啊？不能再让你失望。零拉米拉米，谢谢您。但我希望我还值得你欣赏。又成为了我这个梦想助力人。才是个强迫症的梦想助理，谢谢。真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你在车上，我在车上听的时候，我听就很记得很清楚，啊，那里真是烟火，真是你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等到我公演的时候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真的，我说我来吃屎呢，就饭吃没了，也很难过。以后别人吾日三省吾身啊，我吾日三省歌词。对，最后脑子里面只有那句，因为主要他们总是 QQ 我，每个人一到表情突出这首歌就会跟我说，哎，你那句是什么来着，我说就算没有男伴生活还是精彩，换个别人啊，你那句就是你那句是就算没有男伴生活还是精彩啊，对，就是你那句。救命！我说，我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愿意为你守护你的秘密，不让任何人听见。但说实话，我一直不能理解他这个歌词后面为什么会来这么一句。咱不懂。一度怀疑写词的人他是夹了一些私心，自己的私心就是把这句加上去，因为大家就很正常的歌词突然之间来了一句，就算没有男伴生活还是精彩。没有办法，大家很快乐，大家每次跳这首歌就靠我这句歌词快乐。我说下一次我就表演那个健美，我下一次我就这样，行吧。并且我跟你们说，我在公园里面我一直在等，我就在等庆余文那句，没等到。我努力躺在地上，我听，我还露出一只耳朵，那个地方不大死了吗？我在那听，喊哪去了？
就在他那句哇，你们不知道今天太尴尬了，这个音乐做的气死我了。我们那个 Love You Love Me， 我们最后还有句歌词他没有给我们剪进去，我们排练的时候跟他说，我说我们有一句歌词你没有放进去啊，今天我们三个人那里刚好，最后的时候三个人像在表演默剧一样。对啊，我们最后三个人制作专书，制作书什么，哎，制作专我们专书的，啊，你先忘记那句，没放进去啊，我们三个人刚好，哎，词儿呢？制作我们专属的习题，这句又没有。我是一首歌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，真的好多地方你们可能没注意到，因为你们没听过这个，没有听过我们这个公演曲，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声音，不知道为什么人声消失啊，人声消失之术。不是啊，是有词的，气死我了。谢谢，对，尤其最后一首歌，大家都在，哎，词儿呢？是。哎，并且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听我们唱的这个十六人了吗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最后一首休息好离谱啊！给你们说个秘密，就是我们没录副歌，这副歌是人家原版北京的副歌。尴尬就尴尬在这里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们没有录哎。阿哲，不会补的，因为我们是过渡公演，所以我们不会录副歌的。想不到吧？其实石之镇的很多副歌我也没有录过。但其实是《拉米拉米》那句我录了，主要《拉米拉米》是整首歌都是录，我整首歌都录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那句大家的音都消失了。石之镇的副歌其实我有很多歌也没有录过，至少最后一首歌也没录过，那首歌就我也没录过，因为那个歌烫嘴，但是我又没有录。对，我们当时录石之镇是一般只会找六个人录副歌，就抓前六个人录副歌。但是我们这一次羽化成蝶，我们的副歌真的没有录，并且你们知道吗？最好笑的是什么？最好笑的是，因为这个歌它是直接从北京要过来的嘛，但是因为酸沙站没有变，所以说它的音，它也没有录音，就全用的是它原版的音，然后大家的声音跟它都有弊。因为我们其他人的声音，但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外面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在中心录的，好像是外包出去的吧。对，
所以上次我才跟你们说，我们谁我们的音都没有怎么修过。困难不一样，困难跳的不是在之前的位置。对啊，那玩意也不要合，不要向我学。我无所谓，觉得我随便合。我这个怎么回事？嗯，对，因为我无所畏惧，因为我无所谓啊。但是我今天我去看了眼回放，我真的就好黑呀、啊。MC 的时候大家都是亮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去黑，因为我那个面光估计还没修好。我是个阴阳脸。我上半部分脸是黑的，下半部分脸是白的。看着我眼前一黑，窒息了。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像刚公演完的样子？你觉得呢？的确，因为我们没有怎么跟镜头合过，我们彩排的时候镜头都不在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慢慢磨合嘛。谢谢这位朋友的一点。对，你们可能猜不到，有些词是我唱的啊。很多词啊，比如说我们第一首歌副歌前的那一段那句就是我的词，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摄影哥哥没找到是谁唱的，他的那个镜头在那里乱晃，他没找到。我想听你讲你的故事、啊、很多离奇的趣事和山姆落日啊，宁静的湖畔，我想让你。对啊，因为他们不记得，因为他们没有，他们就彩排说因为他们不在嘛，所以说才去现找。那可能就不是他的词，有没有想过？指尖之辈的词，点缀的幼稚啊，零点过十分，等黑夜吞噬、啊。是不是很有道理、啊？因为我们这没有手持嘛，我以为弄鼓很大声，是因为他把声音调太小，没听见。哎呦，聋了，在哪里？今天的事，明天是否还坚持？你是否还有勇气再说开始？谢谢，你也成为了我的梦想之一。谢谢，我找到那句了，就是那句。指尖时光在纷飞，脑海记忆在破碎。我的固执
那不可能，空台都是 一堆人。是第一首歌。在干什么啊？这是什么歌？再等一会儿吧。来一个稍微，我的歌单里面是没有可开心的。没有啊。人家当然是，人家这个我们切镜头是固定的呀，固定的程序了都，它这个控台就固定切，就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摄影哥哥，所以说我们所有人戴耳麦很考验摄影哥哥，因为我们之前戴手持的时候，只要这个人一举手就知道啊要拍他了，而现在还只能在四处寻找，在哪儿。是对自己试着依赖，时常想念却很少隐瞒，把你温柔自由如火，没有办法，时间会冲淡所有不安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天哪，我觉得人家又发言了，怎么感觉有点臭。对啊，反正这公演估计要跳很久了，慢慢磨合吧。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，不再让你觉得孤单。我还那你快睡觉了，都两点了，你还不睡觉？这个听起来比上首歌稍微开心一点了。那你看人家像不像？可能他因为他不在，他不在中国。他在世界另外一个角落。为什么？那你这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个看来这个时差什么的掌握挺那个什么的呀？我想对你说每一句晚安。可是韩国也是啊。我却不敢也不能坦白，我在日落之前等着你回来。不过我们这次公演其实时间很长，那是因为是首演，等下一场公演的时候就没有 MC3 MC4 了，而像之前一样，躺在城里只剩室外，不然的话天天都要过年了。谢谢，我们哪有三场首演啊，我们只有一场首演，下一场就已经不是首演了。对呀、你想看你只能等总选之后再看了，因为总选之前都没有。对呀、因为是过渡公演，不算正式的公，不算正式的首演，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公演完了，都不请我们吃饭，难过。我当然好看，谢谢你。什么是拼图啊？
该是没有的。我们 NEW 有吗？我们 NEW 也没有啊，我都没有跳过 NEW 2.0。这是孤独公演啊，我们这也是孤独公演啊。我们不是孤独公演，我是什么？我们那是原创公演吗？不是啊，我们就是过度公演，纯过度公演。什么隔壁都有送花，我们怎么没有送花？啊？那要过度很久呢，要过度到等他有新公演为止。是我看来是我们这个不够那个了啊。嘎嘎心，那他也是过度公演。是好民谣，我怎么歌单里面会有一首很民谣的歌呢？我想我要听一首，我要找一首稍微那个什么一点的。我听着听着，大家感觉都逐渐睡着了，我好像没有特别嗨的歌。因为我放歌的时候一般都在打字，平常不怎么听歌。哎，我的歌，哎，我的歌怎么都灰了这么多呀？好家伙，一个嗨的一个。在感情面前压抑，却盼望奇迹。所以算了，大家就这个点也该睡觉了，大家就听这个歌睡觉吧。人就间拉扯回忆都消散风景。谁让你拿口袋看呢？谢谢你的夜店。等一会儿来一首二次元的歌吧，老二次元，听首二次元的歌让你们彻底睡不着，然后我就去睡觉，很快乐。我当然不会睡不着，因为我听歌，我跟你们说，不管放什么歌，我都绝对是能睡着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被歌所影响。我是万物都影响不了我，我要睡觉的时候，外面啊，跟你们说，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睡着。如果歌词戳中的心，你看一眼歌词，哦，这歌词不错，收藏，然后睡觉。那首歌叫什么来着？哑巴的。谢谢你的眼睛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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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歌叫什么来着？天晴了，我的妈！我要听天晴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
还是想不起来啊！我都会唱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好生气！来首二次元，唱唱那首歌，那首歌叫什么？嗯，行了，反正不但我这个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人如果想睡觉的话，太容易了。本来想放歌，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，叫这个真不想起，真想不起来叫。是核爆，不是八戒。我想不起来，我也不是不着，因为我知道那首歌，我肯定在我这个什么收藏夹里面。我只要打开那个什么什么时光站，我就会找到它，所以说没关系。当时不是本来想敲架子鼓敲这个吗？因为太高声。在这个和青岛里面思考了一下，我说，好像青岛更低一点。我现在有点不太记得架子鼓怎么打的，我今天在后台看到了个架子鼓，但是我想了想，完全想不起来当时怎么打的。脚上应该是打的，是这么打吗？是这个吗？果然七个小时的学习不是那么靠谱。主要这个感觉架子鼓它的用处不大，它的那个用处比较大。架子鼓只能拿后面就。只能在后面这样。我说不行，我说这玩意不够那个什么。对啊，这个得拿那个什么吉他、贝斯那种啊搓，是吧？明明轻点拿架子鼓打起来更难。谢谢。今天你怎么了？你今天爱我爱得很深。
这啊这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各位，有一些强迫症的朋友，也成为了我的梦想助理，是不是一下睡不着了你们？来，再换一首歌。今天谁都不想睡。还剩稍微能想起来一点点。不行，踩不动了，踩不动了已经。啊！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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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啪！哎呀，脚不行，年纪大了。我记得当时踩很猛，因为是这么踩的。我应该是当时踩的很猛，因为当时因为我的这个腿的力气不够，每天在那儿。当时不是跟你们说吗？就是一天就一天学了一个小时，加一起也就顶多学了7个小时吧。然后你们知道，每天那一个小时就天天在那儿踩这玩意儿。你为什么像架子鼓啊？哦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，啪！是，还能想起来一点。回去我一定要这个把架子鼓捡起来，但是他们说现在这个在学架子鼓一般都是小男孩，就是那种像我弟弟一样肉嘟嘟的小男孩的那种。我没有弟弟啊，表弟。知道吧？我还有表弟，我有俩表弟。我是独生子女，有证的那种，好吗？小孩不都是肉嘟嘟的吗？我那个弟弟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那个弟弟已经变了，他现在已经变得像一个这个什么一样，也不是像什么一样，这话说的也怪奇怪。现在就变得很沉稳，听说他这个人的爱好是演讲。我猜我弟弟可能每天在学校里面参加演讲比赛，是演讲，不是演讲啊，是那个什么朗诵了，演讲去了，朗诵。当时还获奖来着，我说那完了。我说他肯定是，因为后来看他已经有那个范儿了。我想想，我当时觉得他要是说的话，他肯定是像，肯定是这样。我想想那个词儿啊，想一想，哦对，他肯定会这样说，一定会扬起他的下巴，一定会这样。红日初升，祈祷大光。何出浮流，一线汪洋，一定要用这个表情，眉毛要皱在一起。什么，潜龙腾渊，鳞爪飞扬，
如虎啸谷，百兽震惶。鹰隼试翼，风尘翕张。奇花初胎，郁郁皇皇。我一想，肯定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我后来看他这个演讲啊，演讲的时候，那个照片都这样，都这样，眼睛要微眯微眯，然后眉头是皱着的，然后他说这样，他的照片都是这样子的。这不是，这难道不是《少年中国说》吗？小时候听见背人了。你们小时候竟然没学过这玩意儿？我们学校只要朗诵环节，大家一定会拿一个本儿，一定会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我一张，一定要这样的。会有人这个点吃饭吗？天哪，太差劲了，那我怎么会背？你们不会会的只是那句“美哉我中国少年，与天不老；壮哉我少年中国，与国无疆”。哇，这一篇应该没有人会背吧？这一篇可老长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一篇散文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是一篇散文，得写个几千字儿。应该不会有人把整篇背下来的。小的时候很就每天都背诗，为什么背诗呢？因为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多用几句。但后来学会别的，就是你自己编一段，比如说开头一定要说一句什么。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因为当时很喜欢听歌，我就把歌词写上去，把歌词写上去之后底下随便数个名，反正他也不知道，老师也不知道是谁，然后老师就说啊，引用名言警句啊，增添趣味性啊，怎么怎么怎么，反正就是会给你比较高的分。小时候都是这样的，糊弄学大师。那你这不行啊，我小学开始背古文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的第一个古文是劝学，是小学学的吗？为学吧，有这个古文吗？搜一下，我记得什么学，啊，应该是这个。对，是他，这是我小学背的第一篇古文，但我现在一点都不认识。你们难道没有背过吗？我小的时候还背那个《春》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后面不记得，当然不是我买的。我能写这么好看的字吗？我要写这么好看的字，我就去给别人这个润笔。欣欣然睁开了眼。对，老师一定要你有感情的背诵，所以小时候你们知道小孩的声音一般都是比较尖锐的。所以说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小时候背古文很可怕的。那难道是因为我们黑龙江都背这个玩意儿？小时候一定要这么背，盼望着东风来了，春天的脚步近了。我们老师上课也就这么读，尤其是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很喜欢朗诵这些东西，
然后他每次给我们读课文的时候，他都是这样的，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睁开了眼，山朗润起来了，水涨起来了，太阳的脸红起来了。当时，但是我们已经是高中生了。我们当时已经是高中生了，我们那个老师每天声情并茂给我们朗诵课文，然后我们就是在地下写作业。那你看，就是你跟人家文化人的区别了吧？你跟这就是你跟人家文学家的区别了。这个文学家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我是个俗人，行啊，下了，不说好一点下吗？怎么过去了这么久？反正估计你们是不困，就喜欢这种突然之间一下子就没了的感觉啊。对，我下，我睡觉去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晚安，鲁西迪西。晚安，小傻子。晚安，米娜桑。晚安，后面不会了。拜拜。